我觉得是一博。一博，我感觉啊，真的是直觉。太难了，很大很大很大。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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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管。大家千万不要忘记，你们的职责是找出其中的伪装者。这老师也戴耳机啊？戴耳机，那个这个戴耳机。六年都是跟我们胡老师在一块工作吗？没有，就是我前面是去三星堆。这里不就是三星堆吗？这里不就是三星堆吗？啊，不是，我说错了。完了。您是什么学校毕业的？我是那个。什么学校都不知道啊？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，是两个人这样的。对，他们也是候选人，可以多来点专业术语啊，多来点专业术语。云南的不同的少数民族喝茶的方式好像都不大一样。是的，因为我呢就走访过很多茶区嘛，就村村寨寨各个民族，说法就是说必须得当地年轻貌美的少数民族来采摘，而且非常非常好。这个我们的边红啊，边红茶它是产自云南的凤庆啊。两个人一起上，肯定故意掩盖了另一个人，而且第一组也有可能。您平时会采茶吗？当然，当然。那您这个美甲是采茶师做的吗？这不是为了来参加我们节目特意做的美甲，特意是吗？对对对，因为手本身有点粗糙。而且一博还发现它不灵不灵的，而且高跟鞋不灵不灵的，特别的亮眼。就是他太不自然了，这么肯定啊？我感觉好像很不自然，他在故意掩饰。啊，配合的特别默契，这边撬不开，那边倒不出。哎呦，就是他太不自然了，这么肯定啊？风格有问题。我呢就走访。我感觉第二个夫妻是假的。你们认为真的是谁？这位老师是真的，乌兰托娅是真的。我觉得他俩是真的，我感觉这他我们假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太容易是真的。康哥，不不 wait，second， 一波说，我们认为那个夫妻是真的，真的。别人是假的。兄弟团选择的是花花的蝴蝶，真相团选择的是红红的萨日朗。正确的就是3、2、1，蝴蝶。3、2、1，蝴蝶。好厉害！最后一秒钟，一博。来，王一博先生，请问你为什么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夫妻？因为感觉那一对不像，然后但是总得有个真的吧，就觉得这一对。哦，这个逻辑可以的。一博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他对看夫妻这一方面非常厉害。你们俩结婚，你们俩结婚，你们俩结婚。有很自然的那个热身动作，对对，跳之前。王一博，你觉得是谁？我觉得可能是两位男生中的一位。那没进去，哎，小龙是不是？
这个让我们提问，然后让我们回答问题。但是那些问题，你看就是都能答得上来。如果他是一个就是练武术，这是一个挺常识的，就是演员可能也培训过这个。他如果是一个学武术的，很容易就掌握。我觉得我是非常特别的那个人，是不是？你觉得？对，所以说我觉得你非常值得珍惜，且尊重，不应该质疑。看看这边吗？峰哥，摇钱树上面全是钱，全是铜。哦，摇钱树，哎，摇钱树。哦。我觉得是一博。没错，就是我，就是我。你是卧底吗？真诚的说，不是。能信吗？可以信。怎么可能是我？啊！一，不，干嘛推我？峰哥，我帮你了，我说就是他，你不信我。峰哥，我说了就是他，猪猪侠眼睛就是他，你不信我？真的。三峡眼睛传广，是传爪的眼睛，是，就是传爪。不是，传爪眼睛没有这么大。眼睛明显就是嘛。不同意。开始我们一直在说就是他，你一直在反驳。我都说了，对吧？对，说了。我说了是他，而且他一直在这敲，他一直拿板子在这敲，就是他。一博刚刚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。峰哥，这一期太难了，哪一期容易？那你们对这一场有没有信心？一半一半吧，谦虚了很多。之前是很有信心的，前两期还能通过感觉找一找，这一期感觉也没有了。我感觉我的感觉没了，就是从面相看，你也走这个风格了啊。